认真看完你就会了。今天教你们画一棵写实一点的树。首先呢，用橄榄绿加前青把暗部这样子点一点，记住用点的，不要用涂的，点的比较透气。再下来我们就用描笔把树枝先给它勾画出来，接着下来用一笔两色从边缘开始收拾，从树的边缘开始收拾进来，这个一笔两色一定要先给它分好，分好了之后你就很容易点得出它的叶子。这样子把中间调点完了之后，用同样的方法在它的受光部我们再给它点一层的高光太阳照射的地方，这样子树的体积它就更漂亮了。记住点的时候一定要轻，最后用描笔再把树枝再给它补一点。你学会了吗？不会，我继续教你吧。